今天的高标是十五下现赚五百块，彩排预备，选手预备 ，OK， 一百五十磅的沙包，负重行走 ，OK， 同一个时间完成，接下来是一百二十公斤无限拉单一举，运动会不会比较好撑？喂喂喂喂！玉芝，你跟小凡是好朋友吧？整合一下，绝对硬啊 ！Come on！ 来来来，一百二十公斤开的，他很快，他很快，三十五下，太厉害了！刚刚看到了溪流成河 ，Come on！Come on！ 再来！阿北，你有搬过两百磅沙包吗？没有，他一举两百公斤，他一举两百，掌声给一把一百磅的沙包，他之前没有挑战过。他勇敢的挑战，告诉你什么是台湾大力士，加油！平常有在比赛，对不对？是他嘴巴爆了，没有认真。血流成河了，我等了两天，终于等到这个画面 ，Yes Yes， 来来来。街头挑战的现场，我是你们主持人秋哥。Yes， 首先登场女子 U 五十四公斤量级以上两位选手，我们要进行两个沙包负重行走，然后接着做六十公斤的硬举。裁判一位，选手一位，六十秒 ，OK， 来了来了，沙包一百磅负重行走。双脚过线，双脚要拿回，拿回来 ！Oh my god， 拿回来，彩玲，你要拿回来 ？OK， 没关系，要拿回来，拿回来，拿回来，你要拿回来，你要拿回来，对，选手记得你要过去之后拿回来。OK OK， 我们给的很松，给的很松，给的很快，拉到就给，拉到就给。来来来来。来来来，还有时间，还有时间，几秒？时间到，掌声！十八下，掌声给一句。可惜彩玲，我反问一下，你以为是沙发过线吗？没错。今天是沙发拿过去要走回来哦，好不好？不过没关系，我们今天他做过时间一样高标，一样送奖金。谢谢两位选手 ，Yes。好，我们邀请杨延之选手跟黄毅选手。今天的高标是十五下现赚五百块。再次掌声给两位选手，来吧！好来哦，裁判一位，选手一位，六十秒 ，Come on， 负重行走，一百磅的沙包，走过去之后走回来，再换一颗。OK， 这一颗，这个来来来来，一百磅。哦，两位选手，哦哟，势均力敌哦，硬举做有氧了。OK， 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，可以，掌声！这边几下？二十五下，掌声给二十五下的选手。这边是十六下，两位都高标，第一名、第二名。裁判一位，选手一位，六十秒来了，一百磅的沙包负重行走，简单，双脚过线，双脚要过线。否则就跟 CrossFit 一样，我 no rap 跑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我向下后来举上，掌声来了掌声。八十公斤硬举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，掌声。小球，我们听他几下？二十二下，向下。二十一下，后来去上踢啦！各位同学，各位观众，他是中华队的选手，怀孕八九月，六月十五号预产期的，掌声给朱小妹谢凯欣。怀孕是可以硬举，也可以拉沙包，可以的。裁判预备，选手预备。好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朱小妹，我轻松轻松，掌声给妈咪，我掌声给她。我第二个轻松嘞，自备腰带，他的 baby 就是腰带，要来轻松的八十公斤硬举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，三十一下，
掌声给朱小瑞、谢凯轩。运动会不会比较好撑？会。还不知道。上一次在第一届2023台湾大赛是12月的时候，其实宝贝在里面跟你一起比赛，那时候还没有那么稳，就比较喘。那时候是怀孕多久？两个多月。两个多月上来比赛，对，拿下第二名。第三。第三。那一天那个沙包太轻，就掉了。对，我们掌声再次给我们中华队的国手谢凯轩、朱小瑞 ，yes。男子 U 八十公斤，150磅、200磅的沙包，准备好，裁判预备，选手预备，来，150磅，哦，双脚过去，对，没错，这个是 CrossFit， 他知道没有双脚过去会被 No Rep。OK， 我们今天的负重训距离比较短，时间总时间也比较短，是60秒 ，Last Man Standing， 好，加油加油，5、4、3、2、1，0秒出手 ，Yes， 掌声。好的，首先登场的选手是王顺元选手跟赵仁豪选手，掌声。男子 U90，来150磅，好，双脚过外线拉回来，来喽来喽，等一下硬举见真章，今天的硬举可以踏拳够。可以踏拳够，调整呼吸，调整呼吸，雾来了，140公斤硬举做有氧，感觉这两位选手时间继续跑，他们会继续做，做不停，60秒，我们只有60秒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0秒出手。OK， 这边选手是17下，一样17下。OK， 掌声鼓励，他们都是17下，碎了。这两位选手，一位是健力天才，一位是大力士天才。这个不要受伤啊！哦，机会挑战哦。裁判预备，选手预备，150磅沙包，沙包负重型。OK， 军军很快。哦，李文华选手也很快。来哦来哦，还有时间，还有时间，掌声掌声，还有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0秒出手 ，yes， 接下来几下，26下 ，wow， 那我们另外选手。16下，哎，这个是第一名跟第二名的选手，掌声。JJ， 你来自哪里？马来西亚。给马来西亚朋友掌声鼓励好不好？左边是老师林书成选手，右边是杨凤林、杨志宇选手。OK， 选手都 OK 的吗？都 OK 的吗？来哦，裁判一位，选手一位。掌声给他好吗？最后一组了，帮他们按起来，按起来，150磅。OK， 杨凤林已经率先150磅拿回来了。OK， 我们林初成选手也是，哇，180公斤。哇塞，他感觉要高拉了，不要高拉。我们掌声给林初成选手好不好？他在200磅，加油，加油，掌声给他。10秒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0秒出手！掌声给凤梨奥利出赛选手，凤梨几下？16下！掌声给我们5星等级的杨志宇 ，yes！ 接下来威力杯。8月25号、26号在24号、25号在台中哪里？星光太平星光国中。星光国中报名截止了，对不对？截止了，可是不用门票，欢迎大家来看。我们欢迎到台中市的星光国中，8月24号、25号要到现场为所有的举重选手加油！再次掌声给凤梨杨振宇 ，yes。这个老天爷这样帮忙哦，让这个天气稍微凉一点。昨天要下不下，今天下一下，反而我觉得凉快一点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期待今天突破
大家的天花板，重量不重，但是时间也不短，60秒进出一次天堂地狱，好吗 ？OK， 我们比赛要开始喽。首先登场的是江青平选手跟蔡淑敏选手。淑敏姐，可以问一下你是 M 级的选手 ？M2 57岁。M2 57岁，给淑敏姐掌声鼓励。你几岁？27岁 ，PK 58岁。OK， 我们U50比赛正式开始，裁判一位，选手一位，来100磅的沙包，淑敏姐加油，淑敏姐加油，掌声给淑敏姐。好，小心小心，没有问题没有问题。好，保持呼吸，调整姿势，来了10秒，还有0秒出手，还有0秒出手。5、4、3、2、1，0秒出手 ，Yes， 上车鼓励 ，Yes。刚刚淑敏姐是22下，右边是江西平选手28下，我们再次掌声鼓励，好不好？给两位选手 ，Come on， 裁判一位，选手一位，来吧，两颗沙包，100磅沙包公棒，来60公斤硬举，轻松，轻松啦。司仪不要直接 clean 哦，不要直接 clean， 来4、5、6，他结构可以，他结构8、9，哎，掌声嘞，他结构 PK， 血流成河了，血流成河了，我等了2天，终于等到这个画面 ，Yes Yes， 来来来，28下以上，来，3、2，0秒出手，0秒出手 ，Yes。31下，31下，这边呢30下，掌声鼓励给我们冠军跟亚军选手，太厉害了！我认识有一个很鬼的，他刚刚在那边接见，他是范小凡啊！玉芝，你跟小凡是好朋友吗？对，好朋友就要 Q 组，可以吗？折了一下，沙包100磅可以了。我之前在成绩之后，我完全抱不起来。真的假的？我真的不会抱。掌声下去，又抱起来，掌声！我们欢迎两位选手，裁判一位，选手一位，60秒 ，Come on！ Shout out to 你的伙伴，来来，绝对力量，绝对力量 ，Come on！ 来来来，来 ，OK OK OK， 小心小心，没有问题。掌声给选手吗？那他可以零秒出手 ，Yes！ 中华队再一次几下，掌声给两位选手。血流成河，35下，太厉害了。没错，我们欢迎玉华在右边赛道，我们欢迎罗丹瑜选手，掌声给两位选手吧。还没有一把，他骑车很厉害，之前还去挑战，昨天去玩，掌声给一把跟丹羽选手，来哦，裁判一位，选手一位，60秒两颗100磅的沙包，先上膝，对，先抓好上膝之后再来，我给丹羽选手率先已经两颗要完成了，先抱好抓好上膝，哦，丹羽选手已经开始他全够了。阿俊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们掌声给100磅的沙包，他之前没有挑战过，他勇敢来挑战，告诉你什么是台湾大力士，加油 ，Come on！ 加油加油加油，首先下去挖，5、4、3、2、1，掌声给两位选手，掌声给伊娃。我觉得伊娃今天100磅的沙包。举不起来，你要不要挑战20秒硬举？掌声给一把好不好？不可以没有体验到。B 组金欢，大家都可以挑战，他已经报名了。来哦，裁判一位，选手一位，拉到你不行为止，加油！掌声给一把，掌声。来，再下可以，再来。上，上。哎呦！掌声给你吧，掌声给你吧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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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见好就收啊！还有吗？最后一下 ，OK！ 掌声给你吧！再次掌声给刚刚的两位选手。
我要邀请我最喜欢的两位选手。首先要邀请我最喜欢的 Mira 姐 ，Mira， 她是徐彩玲选手，她是 Master。另外一位我心目中也是国家队，她是 Ariel 郭美仪选手。老冲青山带来 PK 了 ，Mira 觉得很厉害，她是 Master One Two。54岁，掌声给 Mira。我不要问你几岁，你可以讲吗？17岁 ，Yes， 他是青少年选手 Ariel， 又来两边 PK 啦。裁判一位，选手一位 ，OK， 两个沙包100万，哇 ，Ariel 很快，好，稳稳的，稳稳的 ，Mira 姐，掌声。54岁，等我54岁，我要跟 Mira 姐一样强壮。喊出来！13了，还有零秒出手，还有零秒出手。5、4、3、2、1，零秒出手！耶！掌声给 Ariel 跟 Mira 姐 ，Mira 姐几下？18下 ，Ariel 25下，掌声给两位选手。第一次比赛。我们要给他第一次击天花板，天花板可能让他掌声好不好？第一次比赛 ，OK， 60秒 ，OK， 稳稳的，不要紧张，先想办法挖挖够深，挖够深，拉起来上膝盖，调整呼吸，陈敏成兄慢慢来，拉起来 ，OK， 慢慢的双脚过去 ，OK OK， 再次掌声给陈敏成选手好不好？他第一次挑战100磅的沙包。最后10秒，9 ，OK， 尽力而为哦，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掌声给两位选手，谢谢小草，掌声给小草，陈敏成选手，你绝对不能白来，我们一定要让他有比赛的感觉，他就会爱上比赛，下一次挑战一次，我就会看他报名，来哦，裁判预备，20秒，选手预备 ，Come on。20秒，陈明诚 ，Come on， 可以，他可以啊，哎，他不用停哎，给他60秒好不好？好，没有了。来来来，9、8、7，再来，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掌声给陈明诚。有没有比赛的感觉？有，有比赛，下次要来玩哦。看看，没有看看，我记住你了。OK， 最后两位选手是曾卓兰选手跟于玉柔选手，裁判预备，选手预备，183磅负重行走过线。OK， 哦、oh, ，很快，我们于选手很快。就多玛德，他是大力士 ，Yes， 轻松轻松，35下，帮他数，1、2，帮他数，小狮子帮他数，我们帮左边选手加油，来来来，10秒，还有，6、5、4、3、2，零秒出手 ，Yes， 掌声，平常有在比赛对不对？我比过台湾大力士，是他嘴巴不好，没有认出来。他是我们台湾大力士的选手，掌声给他好吗？是我觉得，然后他昨天比哈伦完，他今天稍微远。好，我们有请他的老师卡尔来帮一评，裁判预备，选手预备。OK， 来，婉婷加油，卡尔，卡尔，喂，上肩，马德帕克上肩了。OK， 不用上肩了，太厉害了，直接告诉你什么叫做举重选手，你不要 clean 哦，不要 clean 哦，对，硬举而已，硬举，掌声给婉婷，掌声给婉婷，嗨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掌声鼓励给两位选手，谢谢卡尔，谢谢婉婷。臭男生又来了，重量120公斤的硬举，应该都不是第一次比赛了哈。有比过龙舟，龙舟选手，还有比过综合格斗，综合格斗。掌声鼓励给两位选手，来了，裁判一位，选手一位。OK， 60秒，150磅，哇、哦，绝对力量，他是周末，他是格斗选手。OK， 同一个时间完成，接下来是120公斤无限拉的硬举，看来龙舟选手的下背很强哦。
他选购，掌声给他们，掌声给他们。五、四、三，一秒出手，你们秒出手，走，来，一秒出手啊！我们格斗选手几下？十二下，掌声给周末。我们右边龙舟选手，24下，他是郑元杰选手，台湾大力士选手 PK 健美选手。OK， 60秒，150磅。我们大力士选手。王陈豪选手加油，陈豪加油 ，OK， 几乎同时抵达硬举了，开他120公斤，开他，他很快，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，零秒出手 ，Yes， OK， 安哲选手拉了几下？35下，太厉害了！刚刚看到了溪流成河，他是成河正式的跟王成豪选手。哎，两个互相击掌一下。刚刚老王，你目标就是数到35下，对？啊，你一样不用上肩，直接负重心来回。我要看到38下哦。啊 ，Terry。15下拿500块，好不好？500加500就1000块，可以吗？来了，裁判一位，选手一位 ，OK， 来，哦 ，Terry，OK，、okay, 老王来了，200磅 ，Terry 来了，可以，把他喊，还有30秒。九 ，Terry， 最后10秒，来，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，再一个，0秒出手 ，Yes，Terry 几下？16下，达标500块钱 ，Yes， 老王当然达标，他几下？22下，哎呀，可惜天花板。掌声给老王，阿北，你有搬过200磅沙包吗？没有。那如果等一下尽力而为就好。他硬举200公斤。我们掌声给64岁陈先生选手，64岁，你几岁我都不重要了。哎，怎么找你？唐玉凯，第一次比赛就遇到阿北。对，可怕。不怕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是要看到阿北对年轻人的血流成河。裁判一位，选手一位。来，我们掌声给陈金仁选手，64岁，哇，他直接拉上来阿贝200公斤硬举的实力，阿贝来了，200磅轻松哦 ，OK， 陈佑成选手 ，OK， 我们左边的选手，他是唐佑凯选手，率先回来终点，阿贝能不能完成 ？OK， 阿贝来了。64岁的阿贝在我的右手边，帮他喊声 ，Come on！ 最后10秒，九、五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，再来，二、一，时间到，掌声 ，Yes！ 我们刘耀凯选手几下？17下，阿北几下？14下 ，Yes， 给阿北掌声，再次掌声给陈先生选手。之前有比接力吗？从来没有比过。我们处女秀的少选手、少圈层选手，玉轩有比赛过了。短跑选手，有100公尺。100公尺，你跑几秒？今年11秒1。那等一下，你可以用11秒1的速度做硬举吗？可以。哎，我们掌声，裁判预备。选手一位，来，哇，这个短跑爆发力的选手很强，哇塞，短跑选手来了，他是曾玉轩选手，140公斤，哦，他举够，哎，真的短跑跑起来了，哎，30下要来了，啊，哦，哇塞 ，CrossFit， 还有30秒，0秒出手 ，Yes， 29下，掌声给我们短跑选手郑玉轩。
那我们这边少全程选手十七下掌声给他，也是顺利达标。裁判一位，选手一位。OK， 150磅的沙包，负重行走。OK， 稳稳的，稳稳的，稳稳的，不着急。哇，厉害！来，我们盛阳 ，Come on！ 最后十秒，来。还可以再一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零秒出手 ，Yes！ 掌声鼓励给两位选手吗？接下来是我们的唐聪明选手跟我们的金毅来喽 ，OK 来喽，彩排预备，选手预备，150磅的沙包负重球，唐聪明选手轻松了，不愧是我们台湾大力士第零届的选手。刚刚问他200磅，他说今天这样子就好，因为他也只是路过，200磅轻松。接下来是160公斤的一举。来 ，OK， 他宣告今天可以，掌声给俊毅，第一次200磅的沙包上膝 ，OK， 跳 OK， 160公斤一举来了，160公斤的一举，再一个，时间，最后十秒，还有很多下，还有。零秒出手，三、二、一，掌声 ！Yes， 我们唐聪明选手七下，剩下我们左边李俊选五下，掌声鼓励给两位选手。接下来登场是我们最后一位选手，李浩选手，彩排预备，选手预备，来，第一颗150磅的沙包。OK， 非常的轻松，丢，然后200磅的沙包，感觉速度非常的流畅。来了，掌声给他，好不好？掌声给他。OK， 我们接下来 VIP 的喊声 ，VIP 的喊声，还有 A， 再来 ，Come on， 再来，零秒出手，啊！掌声给你，好，几下，22下，掌声 ，Yes。